你都使人扫怀，去掠狗，我们才出意外啊！阮重生哪有什么杀人能力？我要做给你阿爷做伴。阿公，你真正是阿公哦！阿公，就是因为呢，当年爸母断情嘛，才让你辛苦，我已经决定了，交代给你啊，爱听着。金光叔，你哪条手链啊？我拄则明明就放在桌顶啊！ 阮最近才发现江道上伊三条，拢互新蝶文金的身躯底，千万唔通伤过相信伊讲的话，上好是莫有任何的接触。哎呦，因死而复生，就是我有江道成阿哥学者，啊，不过安尼做，就让阿妈阿哥今天失望，我到底要安怎做才好啦？这世间上，若是大头家变鬼一年，来祭拜爷神，就该当做第二个孽子。刘秀山，伊妈是来祭拜我的爸爸。 明哥，我理解啊。明哥，你的身份，你真正的身份就是秀山，他跟我舅舅的故事。明明我才是阮爸妈后生，你却变自豪是伊，你真有够偏僻的。不过，我用爸母无够讲这代志啊。是我叫伊莫讲的。若是老早因无讲白菜，孙志豪才是阮爸的后生，我是谁？